妈，啊，刚刚洗过澡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有没有？刚刚有没有洗澡？啊，刚刚有没有洗澡？有没有洗得很干净？啊，妈妈，刚刚有没有洗得很干净呢？啊，妈妈，有没有洗澡？洗澡。有没有洗澡啊？有洗澡吗？啊？点头还是摇头？点头。嗯。今天高不高兴啊？今天高不高兴？快不快乐？女儿来看你，快不快乐啊？等一下我要去帮你去看医生哦，哈，跟医生说妈妈现在进步好多了，哈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进步很多？妈妈有没有进步很多？啊，有哈，哎，有进步很多。等一下再等一下有一个那个基督教的教友来看你啊，那我们再一起去公园走走好不好？好哈，我们等一下再一起去公园走哈。等一下等一下我喂你喝，喂你吃那个吃那个啊，吃中药哈。听呢，我妈妈昨天大便，今天早上有大便对不对？今天早上有。多不多？多。哇，好棒啊！他自己大的还是你挖大便？自己大的。自己大。对。大在。洗澡之前大。洗澡之前大在尿布里面。对对对。哇，这么棒耶，对不对？他昨天有没有大便？昨天我不晓得呢，因为昨天我的饭没有。哦哟，昨天你的饭没有，没有关系。今天大便很多，哎。对了，礼拜二的时候跟我说他有水肿，现在好像消了哈。嗯，好多了。哎，你看，说你的水肿消了，好多了呢，对不对？好棒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等一下我再去问医生哈，问说你的你现在这个药要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吃原来的药哈 ？OK。好不好？好，好哦，啊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再带你去看那个陈国显陈主任哦，精神科主任哦，当时说你老人失智，哎呀，看这个样子怎么像失智呢？对不对？现在失智是不是好多了？哈，我是谁？我是你女儿，对不对？妈妈，我是不是你的女儿？啊，我是谁？是你女儿，是你的乖女儿、宝贝女儿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妈妈，我是不是你的宝贝女儿？啊，有没有点头？我是不是你的宝贝女儿？有没有宝贝？生这个女儿有没有很宝贝？嗯？啊？点头吧，妈妈，给我一点面子吧。点头，说好，好宝贝呀、啊。来，点一个头，好吧？啊？这个女儿好不好？啊？女儿好不好？嗯？嗯、啊，那个是 Tina 在忙啦， Tina 在忙，你不要看她，看我女儿宝不宝贝，女儿好不好，乖不乖啊？讲太久了都不跟我回应了哈，反正很棒就是了，女儿很棒对不对啊？打鸭子上架一定要你说好啊，那我亲一个好了，不说我亲一个好了，好吧？
妈妈，我亲你一个好不好？啊，亲妈妈，我亲你一个好不好？你说好好好，赶快来亲我啊，好吧？亲你一个好不好？洗得很干净哦，亲亲好吧？我们来玩亲亲的游戏好不好？啊，亲亲，嗯。哦，洗得好干净哦，脸香香，啊、哦，一定有给你擦乳液，香香哦，嗯，好香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很香？好吗？有没有感觉很香？嗯，啊，香香啊，啊，香香啊，啊，嗯。